大家好，为什么饭店里的鸡蛋炒黄瓜那么好吃？今天教你详细的做法，鲜香爽脆，超下饭。叉烧肉也可以，我搁的是火腿肠。蒜片切得越薄越好，烤猪肉，来点泡好的麻耳，加点醋，鸡蛋蓬松香，来点淀粉，滑嫩有弹性。盐，鸡蛋打的泡越多越香。芝麻油，油要冒烟，打开倒入鸡蛋，鸡蛋像瓜一样的绽开，马上捞出。加入蒜，炒香后加入黄瓜，辣椒，来点鸡粉增加香度，来点盐，蚝油。加点孜然粉，增加烧烤味儿。最后放入鸡蛋，炒30秒后出锅。美味的黄瓜炒鸡蛋做好了，鸡蛋爽口，好吃下饭。喜欢的朋友，快点来试试吧。